再继续，现在是在上面。就另外面也烤成这个样子的话，大概就差不多了。那顶级的部分也差不多了，再放另外一个，放另外一半。所以这次烹调的过程当中，就需要比较长一点点的时间，因为如果弄得太快，反而东西会超焦了。所以烹调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时间的。这个是您烤出来的样子，很可口。好，至少我们已经有一面了，这就是薯饼饼皮没有蛋，薯饼蛋饼皮没有蛋，所以叫薯饼饼皮，耶、yeah!